同学，大家请坐。请各位同学翻开经本第270页。我们现在是到了这一本《六祖坛经》最后一个章节“不主流通品”这一章呢，一共分有八个小段。那这八个小段，我们第一段呢，就是指这个六祖大师他预知时至。那么第二个小段是即是真假，宇宙人生啊，就是有真有假。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就是六祖会在这一段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分辨。那么各位手中都有一张真假动静记，就是最主要在这个地方他会告诉我们。再来第三个小段，就是华海禅师啊，他问说以后要怎么样来传一传华这方面的事情是怎么办。再来第四段，就是六祖开示我们心要，就是把重要的这个法要告诉我们。那么第五段就是他要跟大众告别，因为他一直在潮汐跟大众说法。那么最后他要离开潮汐，到了他出生的地方，就是新州，也就是他的故乡。那当年呢就是中宗皇帝赐给他在他的这个住家建了国恩寺，是要来报答六祖就是皇帝都赐给他国恩寺，在他的老家建一个国恩寺。所以这时候他是要离开潮汐回到新州。那么到了第六段是讲佛法的师承，也就是关于六祖他讲经说法的师承。当然过去无量无边的佛他没办法一一的来告诉我们，他就是从七佛开始一直说到六祖大师本人，都是代代相传。那么在第七段是事及别众，也就是大师要圆寂了，来跟大众告别。最后第八段是
最后的一教。这里是大师啊，六祖大师最后的，等于就是啊，他要离开人间所说的遗嘱一样啊，这是最后一教。所以这一章啊，一共有八段。那我们来看看经文：师于太极元年，壬子七月。太极是唐朝睿宗的年号，西元710年是唐睿宗即位，改元为景云。那第三年就是壬子了。那这一年他是把景云改为太极，是西元712年。那么同年的五月就改元为元和。那么到七月的时候，玄宗就即位。那即位以后，到了八月，他就改元为这个先天。这一年是西元712年。那么西元713年癸丑年就改元为开元。在这里是跟各位介绍当时朝廷的这个对于年号，对于这个改变了。因为到了七月，这一位睿宗啊，就传位给太子隆基。那隆基就大家很熟悉的，他就是唐明皇，所以他是在这一年的七月啊做皇帝了。那么他在八月的时候，同年八月就改元为先天，就是告诉我们当年的情况。所以在西元712年呢，一共有三次改元。壬子这一年有三次改元。那所以六祖大师这个时候是公元712年七月，也就是唐明皇即位的这一个月份，他有预知时至啊，他快要离开人世了。他是命他的门人，就是说门人是他的徒弟啊，是他的学生啊，在新州的国恩寺建塔，仍命出宫。在这里各位可以从我们背景的这个图案有一个塔，这就是当年六祖的门人帮他建立的，所以他是到国恩寺去建，那人命出宫啊，当然他知道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要叫他们一定要赶工啊。他派他的学生啊，到新州，新州是他的故乡，他出生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他出生的地方，他的房子啊是非常的简陋，就是他这个老家大概非常的简陋，因为他小时候非常的贫穷，他的父亲是被
朝廷贬官呢、啊，到南方来的。那在这里我们都知道，在前面啊，这个唐朝政诏了，我们已经读过，皇帝那时候下命令，为了报答六祖大师的恩德，将他的老家改建为国恩寺，国恩寺就是他的老家，在那里建塔，因为他预知时至啊，他要走了，所以他也不但派人去建这个塔，而且督促处工啊，督促这个工程要赶快把这个塔建好。所以在这一段呢、啊，我们是定为预知时至啊，因为六祖他是在隔年呢、啊，也就是唐明皇即位，这一年的隔年，八月圆寂的。所以六祖在他往生前一年，他就知道了，他预知时至啊，他是我们都知道七月他派人去建塔，隔年的八月他就圆寂了。那么在次年的夏末，那这一年也就是公元713年，那第二年的夏末，也就是夏末当然是秋初了，他是在八月间往生的，那七月间的时候塔就建好了啊，落成就是完工了，就是建好了。所以在七月一日，他就集徒众曰啊，七月一日就是西元713年，这一年他是唐明皇做皇帝的第二年啊，这一年是叫做开元元年。那么七月一日他就集合他的这些弟子啊，集合他的学生们啊，就宣布了，就让大家知道了，前面一年前去建塔，那时候他还没有宣布。那么他在这个要往生的一个月之前宣布了，因为他是在八月往生了，所以他说七月一号就跟大家宣布说，吾至八月欲离世间了，说我到八月间就要离开这个世间了，他就是一个月前往生，一个月前公开宣布的，就是说他住世还有一个月，那在这一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啊，说汝等有疑啊，早须相问啊，如果各位有疑问啊，对于佛法修学上有任何的疑问啊，要趁早啊提出来啊，早须相问啊，就是趁早提出来问啊，那我会为汝破疑，就是我会来为你们解答
令如迷境啊，对你的解答以后，你就不会再迷惑。所以，这是大师的愿望，总希望把大家的疑问通通断尽。那疑问断尽，就会对于个人修学就有极大的帮助。那么六祖说，吾若去后，无人教汝了，而我走以后啊，恐怕就没有人再能够来教你们了。那六祖讲了这段话以后，华海等闻了，华海，这是他的弟子们呢，可以说华海当时是上首弟子，就等于他是带头的弟子啊，班长了。那这一部《六祖坛经》啊，就是华海编辑的。那么这些弟子们，大家听到六祖啊要离开了，悉皆涕泣啊，就是听了以后，大家心里都很难过，说老师突然间要走了，是真没想到，每一个都悲从心来，都很悲伤啊，有的还流眼泪。这时候唯有神会不动神情啊，亦无涕泣啊。这时候呢，我们都知道神会是小师啊，神会他是年纪很轻啊，在这里大家都很难过，就是只有神会这一位啊，他一听啊，他不动神情啊，也就是说他如如不动啊，若无其事的样子，像个平常人一样，也没有痛哭流涕啊。六祖啊，看到这个情形啊，他是随机在说教了。这时候六祖说，神会小师啊，小师就是受戒还没有满十年啊，称之为小师啊。那么虽然他只是个小师啊，却得善不善等啊，也就是说对于善与不善，对于毁誉啊，都不动，不动于心啊，哀乐不生啊，没有这个哀愁喜乐。六祖说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他呢这么小小的年纪啊，他的心地是真的清净啊，他得到了平等心啊，也就是说他小小的年纪就证得了生跟无生的道理啊。生跟无生啊，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法身是
不生也不灭，所以这个神会他知道生或无生的道理，所以在神会以他的这个清净心啊，来他来看他是生跟无生啊，是一不是二，所以他能够如如不动。六祖虽然他要入涅槃啊，他要圆寂啊，所以在神会小师来说啊，他只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死掉，所以神会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说生跟无生啊是没有两样啊，所以他能够如如不动啊。当然这是六祖对于神会大师的赞叹，他能够得到这种意境，也就是说到了回欲都不动于心啊，人家毁谤他赞美他都不动于心啊，哀乐不生啊，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八风啊吹不动啊，也就是他对于他的心啊不被外境的影响了，所以他八风吹不动，他的心平气和啊，不受外境影响。那么愚者不得啊，就是那里面其他的人啊都没有这种境界，所以说各位啊，你们数年再三啊静修和道啊，就是六祖在责备大家说，你们这几年来到这边，你们到底是修的是什么道啊，就是你们不用功啊，你们连一个神会小师都不如啊。所以你们对于毁誉哀乐你们都还动心了、有的还涕泣啊，就有的就是还哀嚎啊，流眼泪流鼻涕啊，所以他是利用六祖利用这个时候来利用他赞叹神会来责备大众啊，就是说他随机跟大家说教。那底下他又说了，如今悲泣未忧啊谁啊，那你们今天的这个悲泣悲伤涕泣是替谁来担忧呢？你们到底是替谁担忧？若忧无不知去处，无自知去处，就是如果大家担忧我就是圆寂以后之后会去哪里，你们不用担心了、我自然自己知道我会去哪里啊，所以这是你们的担忧是多余的。无若不知去处，终不预报于汝啊。那如果说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当然也没有办法预先告诉各位啦。所以我也没得
如果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我也没办法预先告诉你们。在这里，虽然我们明说啊，六祖说啊，他是在一个月以前呢，他预先告诉大家他要离开了。那实际上啊，在这个动作上，在1年前他就派人到新州去建这个塔，也就是到新州的国恩寺去另外建立一个塔。如果说你够聪明的话，那么你就应该知道，1年前我就预告大家了，就是通知人到新州去建塔，就是预告大家，我已经在1年前就知道我要圆寂啊，要离开人世啊，那这也是很明白的告诉大家。那底下说：“汝等悲泣，盖为不知无去处啊！你们之所以会悲伤，完全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呀。若知无去处，即不合悲泣。如果说你们知道我要去哪里，那么你们就不需要来悲伤了。那在这里，大师透露一点消息，就是对于他要去哪里他透露一点消息。他说：“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法性，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本无生灭，无生也无灭，无去也无来法性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不但六祖他如此，对于诸佛如来、诸菩萨众，无不如是也都是一样，乃至于我们的每一位同修啊。一切众生啊，那哪一个不如是就是所有不是六祖一个人，六祖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桩事情。只是我们对这桩事情迷惑颠倒，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众生跟佛之间只是迷雾差别罢了。除了迷雾之外，也没什么地方有差别所以。诸佛如来是法性本无生灭，去来。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本无生灭，去来。那我们的一切大众，我们法性又何尝有？生灭去来呀。
所以这就是一切事实的真相。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能够一听到就能言下误入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六祖在这里就告诉大家汝等静坐，吾以汝等一偈，就是大家坐下来，坐下来意思就是说，坐下来是最安定的，把心身安定下来。然后我告诉你们一个偈，就是这里。就是用这个偈颂来指示我们呢，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假。所以这时候六祖就开示大家，用这个真假动静偈来跟大家开示，可见得这首偈子是因为。大众听到老师要圆寂了，要入涅槃了，这时候悲伤起来。那六祖大师才说出这首偈颂，就是让大家认识真假动静的这个。道理呀、啊，那汝等诵取此偈呀、与吾异同啊。那各位把这首偈好好来背诵、那么你能够真正晓得偈颂的意思啊，那就跟我的意思就相同了。那你们如果能够依此修行呢，就不失宗旨啊。所以各位能够依照这首偈来修行啊，那么修正你的心行，那么就不会失去了我们的宗旨啊。这时候，众生作礼呀，就大家所有的学生啊，都是就是作礼啊，就是礼拜六祖啊，请师说偈他们也就是来请华，请六祖跟大家开示，所以。这一首，真假动静偈，一开始，就是这一首偈在第273页，偈曰：“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那这个真假动静偈一共有八首，这是第一首啊，就是讲的真假。这里所谓的一切无有真啊。就是各位所看的万事万物、宇宙人生一切万华，他说皆不是真实的。这里因为万华都是
可以说都是缘生的，缘因缘所生的。那因缘啊，众缘和合啊，所以一切万法皆不是真实的。就像《金刚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也就是说，所有在世间的现象，这些相都是众缘和合的，所以它都是虚妄的。我们简单啊，各位想一想，雨后天晴啊，各位在这个可以说在东方都可以看到彩虹，那这个彩虹也就是宇宙万法之一啊。但是各位说，这个彩虹是真实的吗？彩虹不是真实的，它不是一个很坚固的东西啊，它只是众缘和合，它只是雨过天晴啊，在空中的水滴啊，受到啊这个太阳光线的照射，它形成啊这个彩虹。你如果坐着飞机要去抓彩虹，你去抓抓不到什么东西啊，是只有这个相啊。因此我们说彩虹这个相，它也是虚妄的，因为它是由阳光还有跟水滴啊组合起来的。没有阳光，没有水滴，就不会有彩虹啊。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一切万法皆不是真实的，所有相都是虚妄的。因此《金刚经》又说，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切无有真，一切万法皆不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所看到的形象，我们的所有这些见解就是我们对于这种万法的见解就是不能够看作是真实的。所以不以见于真啊，底下是若见于真者，假如你要把一切万法都认为是真的、真实的，那么是见尽非真啊，那么你这个见解就错误了。我们一般凡夫啊，我们所见的都不是真的，所以你如果把它认为是真实的，那就错误了。所以这一首呢，讲这个这个真，也就是一切无有真呢，不以见于真呢。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啊。所以这一段是讲到真假的真正这一段。那我们下一堂课再跟各位从第二首，第二首就是讲到假。那我们
这一堂课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